周深在奥地利，在维也纳，跟我在一个城市，真的就是缘分注定。周深好不容易旅个游，还接了个单，十分钟之内他跟经纪人来到咖啡馆，我们就一起喝咖啡，后来我们就直接谈定，当时就敲定可以合作，那正好就按周深的 key 直接录的大旋律。这首歌也只有周深的声音能唱出这种感觉。周深用音乐搭建了一座桥梁，链接起了观众与电影之间的情感纽带。从每一个细微的转音到高潮部分的激昂，这种深情而又不失克制的演唱风格，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了电影解密中的悬疑与探索精神。而且据说导演21号到的，周深23号走的，所以正好在22号那天联系上，这不是玄学，很难解释。我用微信的第二年发现我用的是周笔畅的头像。话说周深这些好笑又奇妙的缘分还真不少，而自从知道周深曾经用了周笔畅的头像5年，就一直等着这两人同台，终于在冬奥会上周深和自己微信头像见了面。周深的嘴就好像开了光，翻唱哪位大佬的歌曲就能与其本尊合唱。每次生日直播，杨洪基的《夕阳红》都是必唱曲。2022年江苏卫视春晚，周深、杨洪基两人就合唱了《错位时空》。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呢，是在我的手机里面听《欢颜》，第一次被大众所认识就唱的《欢颜》，那个时候他一定没想到几年后能与其余本人合唱《Mother of Mine》。说周深的这些奇遇也靠的就是自己业务扛打，而如今他自己的作品可以说是无处不在。这不，刚刚人民日报就采用了周深的《生而为营》作为混剪 BGM 为奥运健儿加油，还有包括 CCTV、新华网等等都经常发周深的歌。就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所得来的，从籍籍无名到人声鼎沸，这首《不想睡》就是从直播间唱到了体育场。所以说一个人的成功不是没有道理，而且周深真的很用心。他的微博有的时候我们发一些宣传的微博的话，可能会就节目组会给一些基本的文案，就关键字要写进去，但周深他不仅要把关键字写进去，他还用要编写一下，用一些自己的语言，这一点跟我很像，但我没有周深用的那么多。周深要写很多话，像是自己的语言发出去，这样的话才代表那条微博也是非常尊重的。周深是我没有想到，然后我跟他联系，他就欣然的答应。但他工作是超忙的，大家知道他现在啊，全国各地各个地方请他的很多。然后呢，这孩子答应来支持我的音乐会，就纯粹是义务的支持我，因为人家是有商业价值的歌手。但是他会知道感恩，他会觉得老师，哎呀，就是说我们有过《灯火里的中国》这样的合作，他就抱着一个感恩的心。所以我说周深是个好孩子。后来我又觉得周深有水晶般的声音。这些都是在
他的粉丝群体里啊都有广泛的流传。当时我联系周深的时候呢，他是应该在泰国工作，后来他的团队说，老师我来以后呢先来排练，但他时间太紧了，先来排练一次又还要回到泰国去，这是很周折的，飞机要坐很久，大家知道从北京，然后呢来排练了一晚，做了采访又回去，然后第二天来演唱。视频最后说一下，周深武汉演唱会一场独一无二的演唱会圆满结束了。周深的演唱会是在大雨中开场和结束，虽然下着雨，但周深的个人号召力和舞台的控场能力超级棒，歌迷和生米包括小生米都会唱周深的歌。演唱会简直绝了，大合唱此起彼伏，没想到观众都是歌手，所以周深演唱会沈阳站今晚20点就开启预售了，想去的小伙伴抓紧准备抢票了。另外，周深终于官宣了线下见面会，29日正在青岛录制节目的周深发博官宣，8月5日天猫精灵新品发布会见，天猫精灵也再次发布官宣，2024天猫精灵新品发布会周深亲临现场推新品，同样也有周深定制款同步发售。音乐瞬间在眼前，欢迎大家来到 CCTV15音乐频道的全新节目超音速，我是主持人常道琴。从今天开始呢，小常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年轻最流行的音乐，带您看到一手的新人新作新惊喜，让你听没听过得过瘾。今天是超音速节目和大家的第一次见面，有很多好朋友发来的祝福，我们一块来看看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。我是张信哲。我是戴荃。我是吉克隽逸。是江外奇。我是赵雷。我是陆柯燃。我是梦然。我是范世奇。超音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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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鲜音乐，新鲜音乐，新鲜音乐，瞬间在眼前，瞬间在眼前，敬请关注 CCTV15超音速